从书本上来说的话还是不行，那个中国有句古话不就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可能是这么说的，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意思就是说你要看书，你要走路。 China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25 years. It's now quit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y a quarter century ago. The generation gap urban and educated Chinese youth face with their parents is staggering. Imagine growing up surfing the net, skateboarding, and eating at McDonald's, and then 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it was like for your mother to live in a communal work unit with no personal property, and quote the chairman every day from her little red book. 那他们那一代的人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啊，哪个时候？就是他们有跟你们讲过他们的事情吗？讲过啊，我妈妈他们那个时候思想不像我们，他们那个时候思想是很单纯的，尤其是家庭，在他们自己的父母，对，兄弟姐妹在他们人生的可以说他们生活的中心，他们就说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到父母，还有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然后才是自己，自我概念没有那么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强的，然后像我妈妈说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偶尔。 他们那个时候说，我妈妈说连水果糖都没地方吃的，很穷的那个时候。她说偶尔别人给了一两颗糖啦，她总是留回来给我外婆吃的。啊，对，我妈也是这样，都是很好很好。就比如说我妈妈以前不会想说，我外公不理解她，我外婆不理解她，她只觉得外公外婆怎么说她就应该怎么做，她应该尊重她的爸爸妈妈，应该不要让他们妈妈生气。像我妈妈和我爸爸那个时候结合。 他们也不属于那种自由恋爱的啦，也是父母之命。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代人。你，当你十六岁的时候，你的生活根本不可能去想象你父母十六岁生活是什么。你那个时候觉得不就是到农村去吗？其实那种日子真的不是，不是那种你所想象的那种苦。思想上的差异，我妈妈他们那一代是，他们是不赞成享受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要。 人在他们那一代过的日子都是很艰苦的，在他们生活里面没有享受两个字，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生活就是一种艰难，就是生活就应该这样艰苦。我们是幸福的，绝对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代人。遇上好的时机，有大学生，有书读，有父母养着，不用自己出去赚钱。像我爸爸十六岁就到农村去工作，十六岁，我们想想看。 高一的时候那种日子。奶奶那个文革那个时候，您在这里教对吧？是啊，我们都是在这里了。那个时候，哎，好精彩！好精彩的。没经过就不知道这个过程了。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可能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嘛，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做到他们的用武之地。 所以我觉得怪可惜。我妈是到湖北农村一个地方去下放，养蚕，然后种地。她说她那个时候吃饭、睡觉都和蚕在一起，就是和蚕。她现在闻到那个味道都想吐，一直想吐。晚上那种蚕汁、桑叶的身影，夹在她的身上，她现在想起来就很恐怖，她说。 文革对这个学校影响很大吧？肯定了，没课的嘛。嗯。我没读，我没上课，我延期没有去交流，到时间你就毕业了。嗯，就不用上课了。是吧？那影响你上大不大？那个时候。你想不通了，那就麻烦了，是吧？你反感了，想不通就麻烦，你上什么事情就会搞清楚的。爸爸妈妈他们有机会上大学。 你们以前住在上海，对的。然后后来过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说那个知识青年下乡过来嘛，然后等到退休才好回去嘛，因为现在这里还有工作，所以还没有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父母的世界，父母他们曾经有的世界，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和了解的，是过去的东西。过去的有些事情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不需要去了解它。 We asked each student
what they thought about the reforms and opening of China during the 1980s. We were interested in how they felt it influenced their lives now, as well as how it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e also asked them what they thought development was all about, because China is so often characterized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我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吧，就是它是跟那个闭关锁国相对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他要想发展的话，不能自己闷在屋子里面，自己的在那闷着头的在这干，他需要跟一些外面的东西来交流，我觉得这样才可以帮助自己的提高。 人的思想也就开放了，所以我觉得就肯定是因为社会在进步嘛，完了一些就是科学嘛、技术呀、通信啊都发展的这么快，所以人接受的信息多，那他当然理解的东西多、了解的东西多的话，他的接受能力就会很大提高。我就是跟时代的时代不一样。我认为发达嘛。 第一方面是经济物质方面的发达，就是经济水平，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对吧？经济，像中国的话，我觉得现在虽然不能算上发达国家，因为它的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也有一部分的地区差异，地区经济差异，还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我觉得中国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发达国家。像中国这么一个那个发展中的国家吧。 他现在正属于发展的阶段，所以他需要很多就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有实力的人、可以干一些事情的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功的话，我刚才说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对自己有要求，你得有上进心，但而且呢是那种有那种比较长远的志向。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思慕。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